调七走 ，one and two。五调七走。杀手就是，反正还是挺累的，就我当天跳下来，整个教室都起雾了。最喜欢的还是酷炫一点的舞蹈吧，杀手。不过这三个舞我都挺满意的，一个是酷，一个是猛，还有一个是难，都付出了汗水。到尾先只调动一点，喝水啊，再练一下，没有位置了。没事，那边可以。轻轻放松，飘来在你三百米之外，这心跳的孤单，所有念头全抛开。开始的感觉，幸福的错觉，轻易的承诺。在假期之前呢，我们就已经把所有的节目就已经都排练完，然后动作也都练得很熟练，然后再回去放了假。然后回来之后就发现，就是大家的状态没有在节前的好，但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然后都有在努力的调整回来状态，然后和加快这个训练的脚步，然后提高这个节目的质量，然后这一点我觉得就很开心。迷失主义后就坚持，最简单的才是有力的危机，跑去取悦我自己，尴尬的愣在人群，唱起的曲子有些沉默的你，把把你。全世界太平，有我摘到每朋友，
直来直去枯燥过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手，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。应该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歌吧，就那种舞蹈也是我从来没有跳过，就是那种反正就是有点像机器人的感觉。他不是有戴耳机和取耳机吗？我觉得就戴耳机就是鲁班，就是那里面的那个角色应该还是挺相像的，就是我要找到那种萌萌的感觉。我们会有一个耳机，然后摘上耳机以后我们就是机器人，摘下来耳机我们就是正常的人类。五六七走。戴上的时候笑容和表情肯定要和普通人的时候会不一样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蛮大一个挑战的。他大的那首是这个快跳舞，还有一些三来吧二一走。你这都对完了，他要进来要换来，我好选择几来。那我睡在这儿，两个谁来？睡在这儿，身睡这儿，在这儿后面。我是一个内头男，你有没有以前？你有没有？是一个内头男，走在这边，这边。小车的姐姐，我姐姐。我想的就是陈一达吧，这个你第一个啊，他就立马就过来跳，我一起跳，然后做一些小配合，可以，层次变化。来，我们先教，你先放音乐，不要笑。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前途叫科技，叫科技，叫科技，正向对抗，这是对比的对比，连我，连我自己的无限，连我自己的东西，干。一二一，一二转一圈，一 and 二，科技震慑对手的威力，连我自己都不信。都啦啦啦，浮生曾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手。这次不是老师带着扣动作，是老爹人带扣动作，他会把我们叫到一起，因为他是原编舞嘛，然后裤子老师就在旁边看着他扣我们的动作。是第二次编舞，但是是第一次尝试去做滑舞。第三次，哦对对，你自己那个不管，那个还没算呢，那个没算。团舞的话是第一次尝试去编排，然后从这个编排里面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吸取一下，就是无论它好与不好我们都会去用它，但是你要想它一出来非常非常好，那肯定是不可能，得慢慢慢慢来，但是至少来说你的 part 2部分我是很满意的。跳的时候换手，嘎嘎跳，换手拍掌再换 1 2 3 4 OK 吗？能记住吗？大手指在两边，扎一点，扎一点。有。哪个不是你的？这里。哦。点不要低，而是不看，哎，拿
然后这里的动作，一、二。啊？是啥呀？一、二。是拉头拉左后，一、二、五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五六七，一、二、一个拉。看，这样没走。僵尸。Thank you.